其实每一个众生都认识不到自性的有我，那每个众生都有这种我执所存在的。所以，有我执存在的情况下，那我还想这个得到好的这样的这种贪欲的心也是有的，那是。我们自己所想得到的这个东西得不到，而且这个方面遇到干扰的时候，也会产生这种嗔恨心的。那而且呢，大家都这个争着一个事情的时候，那会像经阵的这样，争的时候，那就是也会产生嫉妒的心情。这些都是一般的这个凡夫人，每一个人，不管怎么说，或多或少都会有的。但是，他们要慢慢的这个学习佛法，那特别是比方说，像这个《佛子行三十七颂》这样的这个每天念诵，每天每一句都要这个考虑一下，观察一下。所以这样的话，慢慢我们自己发现到，我们心里有藏着很多的这种肮脏的东西，是烦恼的东西。所以这些对我们是，将来带来很大的这个痛苦。所以呢，我们认识烦恼的它的这个危害性，这样的这个慢慢改变自己的心态。所以实际上，在这种我们比方说，不好的那种贪嗔痴各种的这种心，那就是同样我们在可以培养出。这种慈心、悲心、菩提心，那就这样的这个好的心也可以培养出来的。所以，本来是我们心自性上说起来的话，一切都是这个明空的一个心，这个上面是没有什么分别的。但是自性的这个显现不一样，我们自己的执着的这个对境不一样的时候，那起到不同的作用。所以我们应该要这种，降服自己的这种调伏自己的烦恼的心，上面要知道烦恼给我们带来的各种的灾难和痛苦，已经要彻底的要认识。这样的话，慢慢能够可以稍微降低你的这种烦恼的心。另一个方面呢，我们时时刻刻都要观察我们自己的内心的境界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如果不观察到我们自己内心的时候，那我们既然我们产生各种的这种烦恼的心的时候，我们自己也感觉不到这是一个烦恼。所以呢，这些方面我们要耐心地去要培养和训练是很重要的。那另一个方面呢，那我们在最有效的一个方法来说起来的话，时时刻刻都培养我们自己的正念。当你出现这个，比如说嗔恨心的时候，当下你就这个看住这个嗔恨心。那个看到的时候呢，那你就这个好像呢就是，不起其他的念头，一直看这个的时候呢，这个嗔恨心自然会消失的。所以如果有这样的多次我们训练当中，如果这样消失的时候，从这里面你就认识到，烦恼的它的本质是空性的，空的。所以，当你理解烦恼空的时候呢，这个烦恼对你起不了作用的。所以，这种事那是对治烦恼的方法上，那有多种多样的。但是，根据每个人自己修行人本人的
他的修行的境界不一样的情况下，那方法也是，不一样的了。主要是从心的角度说的出的嘛，一切都是从我们心的各种心的各种的反应不一样的情况下，那比方说你产生这种吝啬的心，所以你这个出现这个恶鬼道的境界，是不是？那你产生这种嫉妒的心，那你再出现这种阿修罗道的这些境界。对，是这样子，所以从根本上，他讲的是，他讲的嘛，那就是这个一个根，两个道，两个果。一个根就是从我们自性本性的它的本性角度来说起来的话，它没有不增不减嘛。那我们心经里面讲的一样，它是没有任何这种，也没有什么可增加的，也没有什么可减的，它本来就是一个清净。所以从这个角度说起来的话，那根本就没有什么这个不行者轮回，也不行者涅槃。所以，轮回和涅槃，这是一个二趣，有二趣的这样一个对立的情况下，才有这个，比如说，一个相对的嘛，是不是？有好就有坏，是不是？有轮回就有涅槃，有涅槃就有轮回。本来的它的这个法性本性上讲起来的话，没有这样的两个趣，就是一个体嘛，是不是？但是一个体，那为什么出现两个呢？那就是认识到认识不到的缘故，所以佛心王如来他认识到自性，他就是第一佛嘛，是不是？他自然就成佛了，他就没有什么这个，他在他的境界面前没有出现过这个轮回，他本来是一个清净，是不是？那我们这些无名的众生呢，那就是有无名，是不是？那有这样一些呢，那就是这个我们。出现这个轮回，那轮回当中，我们有二趣的这样一个对立的这样一个形成以后呢，那我们在这个有这种产生各种的烦恼的心，那产生不同的这个六个烦恼的心的境界当中呢，那出现这个六道轮回，是不是？那在这个智慧方面讲起来的时候，那就有这个。五个智慧，那就这个有出现这个五方佛，是不是？就这样子。所以下面呢，就是他讲的是这些嘛。